小猪罗志祥花莲跨年复出表演，台上卖力唱跳六首歌曲，还自带八名舞者，堪比个人演唱会规格，换来粉丝一片好评。为了这久违的表演机会，他也下足功夫做准备。连续唱跳半小时，体力一点都不减。罗志祥其实在演出前努力瘦身，沉寂了将近两年，一度胖到83公斤。后来为了拍新歌的 MV， 瘦到74公斤。他挑战231间歇性断食法，一天中只有一小时能吃饭，其他2-3小时都不能进食，腹肌、二头肌都回来了。今天我要拍 MV。从去年推出新单曲后，罗志祥逐渐拼复工，加上跨年演出对台下3次鞠躬，表达对歌迷的感谢，都让他加分不少，慢慢找回人气。来一遍尖叫声之大声，粉丝热情尖叫回应。复出后第一场演出让罗志祥信心大增，在台湾的工作已经渐渐回流。除了28号将在狼人杀演唱会担任表演嘉宾外，他也会在2月20号飞到美国雷诺和洛杉矶参加商演，积极找机会再出发。三立新闻黄正光讯台报道。